家好，我是麒麟儿。我前几天呢、在官方的官网随便乱看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在去年的12月23号公布了他们所有的抽卡几率，所以我们之后就是就可以知道我们抽到这些卡片的几率到底是多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，这是我已经打开先准备好，因为它其实蛮多页，有 S1 S2 跟 S3 还有 PK 赛季，然后也有分开，就是你有没有开这些小卡包它的个别的抽卡几率。如果各位有疑问的话，也可以按进他们官网都可以查到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孙权的确就是 0.02% 全游戏孙十万，就是孙十万最难抽的武将。那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所谓的核心武将应该就是这些 0.04% 的武将，那其他的武将呢就是 0.08%。 想看没错，其他的武将就是 0.08% 的部分。从这边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些武将它的几率的确是比较低。那这些几率比较低的武将究竟是不是我们所谓的5+1的核心卡呢？那我就趁这一次的先锋服花了16万的金珠来测试吧。那我们赶快开始吧， Go Go Go。 1 2出金了，华佗，华佗是属于我们的 0.07% 的几率，就不是属于核心。好，华佗，田丰，田丰也是 0.07% 的，所以也不是核心。现在两张咯，两张。哦，虞姬，虞姬在官方公布的数据里面呢，它是不属于 0.04% 的武将，所以它不属于核心。现在第三只，好。哦，关心，关心也在他的官方公布数据里面呢，他也不属于 0.04% 的武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四只哦。四，第五张小乔，小乔不用看，第六张关妹，关妹就是我们 0.04% 的核心呢。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，虞姬他不是核心，但是关妹他是属于核心哦。好，所以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是相当的准确的嘛。赎金，愚昧一张。女将之女，女灵骑士也。邓艾两张。公孙瓒三张。这个出金率很高，司马徽四张。四张咯。小侯惇五张，这张会核心 SP 诸葛亮， SP 诸葛亮没错，就是我们官方公布的 0.04%。 我们这边可以知道 0.04% 应该就是官方所谓的核心的武将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要重来咯。徐晃，好，现在两张，两张。关心三张，第二张关心了呢，三张。姜维，不错，不错。第四张就出张哦，姜维了。好，现在又回来了。太史慈，哇，连出两张核心，姜维叫太史慈，狠，真的是猛。那我们现在一样零哦。要是这是本尊的账号，抽到这两只，真的是嗨起来啊。看到神车就算了。一，六万金珠那么快就没了。一张，出金。两张潮人，两张。三张颜良。第四张关系，哇，怎么那么多关系啊？
第五章颜良，都说颜良的关系。哦，第六章曹操，哇，这是 很猛哎、欸！关妹、七诸葛亮、姜维、太史慈，哇，这都不错。哇，我自己都正式服都抽不到曹操，结果这里就来了一张，我十三计最后还是用那个什么求贤令，结果这边直接抽到黄忠第一张，哦，曹植第二张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就是哎，董白，董白我不确定，我看一下，董白是属于一般的卡片，所以哎，董白，哎，于禁两张，等一下是四张了嘛？各位有看到现在呢？我们抽起来还是可以发现，就是这游戏它的 0.04% 的那些武将，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核心，因为我们的确是第六张就会出这些所谓的 0.04% 的武将，核心武将。我们现在抽四张了，哦，第五张是一般郭嘉。那下一张应该就是核心哦。对 ，SP 刘烨刚好测试到，因为官方公布的那时候 SP 刘烨还没出，但我们现在确定 SP 刘烨就是核心武将。好，哦，哎，黄盖第一张，第一张，第二张。第二张，第三张红晕，怎么刚刚连出两张黄盖？哎，第四张曹丕，来来来来，下一张核心到底是谁嘞？蛮期待的。第五张，马超是属于我们的 0.04% 的核心武将。好，华佗一，和李儒二，紧张喽，钟会三，哦，刘备，哇，这次的怎么抽的那么好啊？哇，好羡慕，自己很羡慕自己。哦，我真是福都没有那么好。哎，第一张白二兵，现在剩三万，应该还可以再抽几抽。徐晃两张，两张。哦，三张高顺，陷阵之志，有死无生。王霜，王霜也跟我们之前，就是我们之前测试的结果一样，在他官方公布的几率里面，王霜也不属于 0.04% 的核心武将里面哦。我现在已经忘记抽了几张了，好，这应该是第五张，成群。每次讲完都会忘记自己抽到第几张，是否该吃银杏了？这应该这一张会核心吧？魏延，对，没错，魏延是属于我们的核心。好，那接下来大概只剩两万金珠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抽几张金卡，好吧？我们就把它抽完。毕竟核心也是可以，可能是每次出的嘛。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 ？SP 郭嘉，不错 ，SP 郭嘉。哎，孟获，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睛不太好，我在官方公布的数字里面没有看到孟获，哎，啊，孟获嘞，好，如果各位有看到孟获的话，记得跟我讲一下，就是这个官方的数据，孟获到底是属于核心还是不属于核心呢？好，那我们最后就把这个12000金珠抽完吧。哦，王元姬，王元姬是核心，我之前测试过，也知道他是核心。好，升5000，四、三、哦，王平还行，升三抽，一、二、三，
好，再加两次啊。好，没啦，那我们这一次的测试就到这边。那各位注意一下，孙权是0.02哈，恭喜抽到孙权的你们啦。我们这一次的抽卡就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影片的动作。那大家下次见，那拜拜。Burning in me. All of the noise turned into choirs of harmony. Left me with